Hello， 今天是周末，我跟朋友开车出去玩，然后我们今天除了我跟朋友以外还有一个特别的嘉宾，就是我后面这位。Hello，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，哈库。Hello， 我们现在来到了尼亚加拉瀑布旁边的 Niagara Glen Park， 这里是加拿大非常南部的地区，已经非常接近于美国了我们知道加拿大的枫叶季是从十月开始，然后从北往南慢慢的变红，所以现在十月底如果还想看枫叶的话，这差不多是最后的选择之一了。那么今天就跟我们一起来散步看红叶吧。Now she wants to play. Oh, yeah, yeah, yeah. I love you.